機械人呢個掃地機械人嘅真身啦。嗱，咁而家呢個機械人咧，其實咧佢四周圍咧，即係設計咧，你見到咧係防撞設計嚟嘅，令到你咧唔會夾硬撞埋牆邊撞翻一牆啊咁樣。咁另外咧，就連個轆咧，原來都係可以彈落嘅。咁當佢吸塵嗰時咧，其實佢會預防起嚟啦，然後吸你塵啦咁樣。咁而家咧，同埋呢個機械人就可以睇睇，可以打開呢度。打開呢度嘅話咧，其實呢度有電源指示掣啦，可以播 WiFi 啦，呢度可以。咁另外咧，大家最關心啦，咁淨係掃出嚟，咁佢清潔點樣清潔咧？咁就係咁嘅，呢度咧可以攞出嚟啦。呢個咧我入邊去即係裝佢啲灰塵嘅地方啦。咁入邊有個過濾濾網啦，呢個濾網係其實可以另外再之後再配啦，大約一個月到啦，更換一次啦。咁呢度咧就可以咁打開咧，就將啲灰塵咧攞出嚟啦。咁啲底部啦，底部咧佢即係佢主力去掃吸灰位嘅地方咧，呢度咧又點樣清潔咧？呢度就可以咁拋出嚟嘅，拋出嚟啦，攞蓋啦。咁個咧你睇到咧就係佢即係所謂嘅掃把啦，其實就係。呢度咧入邊咧就將啲灰塵啦，就吸入去頭先嗰個儲塵箱度。咁依家擺翻落去，咁然後咧就開機俾大家睇一睇係點樣樣啦。本來佢用法咧都好簡單，仲簡單過一般嘅吸塵機啦。清潔150×150米嘅地方，咁亦都可以全部清潔，全屋清潔嘅，你可以自己揀啦。咁一間咧，我哋咧有段片咧就再俾大家睇一睇佢清潔嘅情況嘅。咁多謝曬。請將電機移到新位置啟動。哦，熄機咧，佢都有人聲講解，不過可惜係國語咯。好，多謝大家收睇。關機。